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煤气罐大家都不陌生，家庭厨房中经常使用液态煤气来做饭炒菜，但众所周知，煤气罐不是绝对安全的，时常有煤气爆炸的新闻报道。一般来讲，厨房常见的15公斤装煤气罐爆炸威力，相当于150公斤的 TNT 炸药爆炸的威力。这么危险的东西，居然还有人作死的想要把它扔进火山里，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呢？火山是炙热地心的窗口，地球上最具爆发性的力量，火山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爆发时能喷出多种物质，炙热的岩浆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不可计量的伤害，因此在火山附近是很少有人居住的。但国外这个小伙偏想挑战一下大自然，想亲眼见证火山的威力。这个老外来到了非洲最著名的火山之一尼拉贡格火山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老外第一次只向里面扔了一个塑料水桶，看起来火山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塑料桶倒是消失得一干二净。第二次就要扔煤气罐了，只见小伙他们穿上了防护衣和头盔，跑到离火山口较远的地方，然后把煤气罐扔进了火山里，随即岩浆开始剧烈沸腾，甚至有些岩浆飞溅至几米高，火花剧烈的激荡在火山壁上，并且燃烧起了大火。庆幸的是，这个小伙子扔过煤气罐后就离开了火山口，而扔下去的煤气罐也没有引起火山的喷发。沸腾了一阵后，岩浆又安静了下去，这个小伙子还算比较幸运的，要是煤气再多一点，直接引起火山的喷发，那就真是自己作死了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